感谢代表的并不是班的大玩心掉线。 强攻触发直接一半，不要上前。短手打卢锡安是补不了刀的，啊，补不了刀的，他只能看着。第一波兵吃不了。不要上前啊！上前，我马上要二，我们要二了。 一点点 Q 点点，他爆炸，还手就死了，还手就死了，啊，闪现就不用交了，交也是死，爆炸，这个塞拉斯直接爆炸，红没打，难道他们盲僧也掉了？ 伤害好高啊！这就是为什么喜欢玩卢锡安，压人真的很舒服。你没了，没啥，别了，兄弟。 这个塞拉斯是真的头铁啊！吸血，赶快吸血！他是真的头铁，他不回，没我不亏的呀，我有吸血的。 哎呀，好全漏了！我操！我在控蓝，哇，这几波漏了好多刀，我血吸上来了，你我又漏刀了，他有吸血的。 他血量低于一定的值吸的很多，所以这波我杀不了他，他有可能反杀我，而且他的盲僧可能在我左边。漏刀狂魔，我点燃好了就可以打他了，盲僧雷也不怕，他吸不了。 点燃马上好，他有闪，我得把他秒了。塔下把他杀了，塔下可以杀，不亏。是，速度非常之快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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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盲僧可能要来抓我。 但我们也去，应该打不过吧？我们阿木木掉线了，完了，吸的口血还可以，完了，死了。他们中路崩了。 哎呀，刀漏的有点多，这把，我靠！认真一点补刀。
塔下给他来一套，等他打这个远程兵的时候，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呀？好，我队友在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有队友，没事，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，有没有舔？舔他，舔到就死了，我有大招，舔，舔他，哦哦哦，完了完了，算了算了，蓝缺了一点，没点燃，算了吧。别怕，哦，舔过去了，哎呦，点点点强攻，不服，回家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们不去了啊，我们没蓝，我们推波线回家，这时候推波线回家，不跟他打。直接给你点燃，让你吸不了，一套你就死了，我伤害爆炸。哦哦哦哦，伤害太恐怖了，塔皮就不吃了，回家出来再吃，海妖不够，不够夜回，先出鞋子，不够也回啊，因为我们这波回的话出来整理一下，正好他到线上我也到线上继续压制他，反正我的装备够了，够压他了，出个鞋子追他也好，也不要那么高的爆发了，因为打到他都是死一样的。好，他死了，我有红 buff， 点点就点点，红 buff 烫死啊，哎呦，我不对，伤害高不高嘛，这输出好恐怖，吃塔皮，这波塔皮全部吃了，下路崩了，好像吃不了，哎呦，完了，怎么一直要抓我呀？你不会要进来吧？为什么我抓不动还要抓呀？塔皮没吃到，哎，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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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妖。海妖一出，这个爆发就不跟你开玩笑了，额外伤害95真实伤害，再加上我的强攻，我触发这个很简单，卢仙有了海妖是真的很变态，这件装备太适合卢仙了，哦，没了，他直接就没了，好痛啊，下路疯狂的吃，我中路疯狂的杀，没关系，他们死再多次我们都能给杀回来，中路来了，下路来了，没有来，好的，不会吧，哎呀，蓝不够开大，好气哦，头次的舒服
这头出的舒服。哇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，下路？痛不痛？就问你。打的有点懵，我蓝太早了。两个人守中，怎么说嘛，想踢我，他刚才那个血量踢不死我，他必须要摸我一下才能踢死，你知道吧。啊，我不回他，他很弱。哎，好像好像还可以啊，这波操作。哎呦，被终结了，被终结了，1000块啊！一血塔，这阿木木，这个阿木木不吃吗？哎哎，别推了，别推，好好，可以收了。哇，下路无敌了，他们下路无敌了，可以，这个一血塔留下来了，很好。这盲僧他在中路搞的话很惨，说实话他不应该管我了。没点燃，点燃没好。我这盲僧是真的是，就是他死做这么多次他都要来哦。我点燃没好，关键是塞拉这个下路还给我大，没有这个大我能打的。好嚣张啊，这个盲僧。下路怎么这么肥，我得去杀一波，7个头的5个头，我这样杀都是劣势啊。完了，杀不掉，完了。哦呦，他们走了，想要杀掉已死的东西需要的是圣洁的枪火，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安全起见，哎呦，那个没死，差一点。哎呀，死亡我看过太多。这盲僧又过来做了一波替死，艾希也没血的。上去一波，我现在要推塔。在这蹲一波盲僧，红有吗？哎呀，反应快呀，这个人。这个人反应快啊，大就甩出来了，我靠，怎么死这么多次呀，下路不能这样死吧。没大没大没大，
我死了。不行，我得出个夜之风刃。我靠，大陆两个也太疯狂了吧！能死成这样？无尽做了，赶快做个夜之风刃，不然这把不好输出。抱团，抱团，抱团！只要有输出空间。多少血我都打得死，这个给我吃吧，兄弟，你别吃了，你这个伤害没用了，吃了。他们艾希一个空，萨拉斯一个空。会不会打峡谷啊？有这个可能吧？我操！第一条直，哇，这个盲僧，你能忍他？不能忍，不能忍，这个人不能忍，太嚣张了。这个 VN 好像，你打你打你打，没打不了，打断不了。他们下路是爸爸，我都想出先出夜之风刃了，推波上推波上，峡谷开着。干什么大我？开！得，上海就问你高不高？不不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我的血量有点低，有点低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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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撤撤撤撤撤撤撤。他不敢来，他不敢来，他来他就死了，他不敢来。别，人太多了。完了，我被那个什么了？我没大把神，这老师没大把，这老师没大把，这老师没大把。完了，还有彗星，我操！走不位，走不了了。哇，这盲神盯着我，好气！我把这个出了，我看你们怎么盯我。出个夜之风刃他就盯不住我了，我最起码能挡一波。哎，走啊，惨，有点惨。哇，九次的七次，有点惨，有点惨。夜之风刃，再加一个吸血吧。两条龙丢了，不能再丢了。他们的艾希十二个头，哦，不是，扎拉斯十二个头，可以偷一下。说实话，把视野放一放呀，把视野放一放，能偷啊。都快快快快快来，好机会。快来呀，大龙啊，大龙啊。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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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算了，没机会了，现在已经感觉上是来不及。如果来人，我们就得跑。
他们这里没有眼，但他可能会意识到，没有意识到，漂亮，走了。他们没想到我们劣势还敢打龙，你知道吧？但就是这么快，就是这么快。可以，这个大龙偷的有点突然。塞拉斯要杀一次啊，12个头，1000块啊。先杀威。我操，跑的是真快啊！跑的是真快，我没大，我以为他死了。浪费个点了。沙波中，沙波中。叶子锋刃，等我一下，我不在，我把这个泽拉斯给偷死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！太快了，打得太快了。是你们吃的香啊！是你吃的香啊！过来一下，说不定没走。你不死，你往哪儿跑？1000块，还有杀人书的他。怎么说？爆发高是不高？我现在是魔鬼，我现在是魔鬼。舒服了，这波舒服了啊！叶子锋刃带起来，好吧。再来他个银曲，吸，还差400块。伤害有点夸张的，哦，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没了他。花伤的呀，挡住！哦，挡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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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嘘嘘嘘，回，我先回一波，准备小龙。哇，远程打我没办法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我得补一下。小龙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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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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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这个男枪怎么跑到上路去了？还搞一波，第三条龙啊，火龙啊，还这怎么搞？哦，没了，这么快，很烦，这就很烦，我团呀，逮到。你往哪儿跑？我一马刀好，有闪行。啊哦哦，差一点，我操！抱团，抱团，抱团，抱团！大龙吧，我们攻不过去。大龙吧，为什么不抱团呢？我的队友，
你们是个故意的吧？死这么多手，然后我带你们打了这么大优势，然后你们就分带，啊，就故意的，就要搞把我搞输。这个时候你刨去一个辅助单带，你在逗我吗？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能不能来大龙？哦，我服，我是真的服。我的皮鞋，人的本性不会改变，我必须。我的皮鞋啊！视野盘一下吧，这就很麻烦。先远程给个大招，搞这个东西，你算我是毒仙吧？啊，瞬间无伤，教科书般闪现啊！一波。对，菜。哈哈，没了。他们下路两个疯狂杀，两个人加起来杀了20多个，被我一波带走。哎，你五杀没那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要结合一定运气的，正好在那一块儿，输出位置很舒服，这才可以，你知道吧？这跟段位没关系。你很多时候你都找不到对面五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波。远程定住，先扫射，给他们把火力打出来，然后先杀他脆皮，打我的时候闪现躲一下，疯狂的刷新被动。这个就要刷被动啊！你们注意看，我这波输出为什么会这么高？这个输出高的原因就是在于被动的利用。先，那我们有护盾了，我们先远程扫射。躲在边缘扫射，再扫死一个，然后注意看啊，点点 E Q 点点 E 点点闪现点 W 点点，所以我的每一波都是附加被动的，你明白吗？每一波都是附带被动的，很重要。注意看，就靠这个东西，圣光银弹，毒 A D C 的。大刀先扫死一个，然后点点点点 Q 点点 E 点点闪现 W 点点，这个 W 就是为了刷被动了，再刷 E， 所以这一波的输出是每一次都是附带那个圣光银弹的。